你的万军从中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全军出击！哦，这会让他们不舒服。OK， 来一把 ADC 啊！因为老师有同学说想要看我耍 ADC， 想要学习一下 ADC。那么我们这把玩的是突骑，一级的话我们要学一。 突骑打野的话，这个打野要小心，因为我是带这个毒液的，很有可能会把这个，哎，惩戒毒掉啊，要小心的，少一点毒，啊，他带毒液，他会掉血的。我们打的是什么 ？VN 加猫咪。VN 的话呢，他在前期不是很厉害。 点2下就给他爆一下，耗他血，哎，你点我，我点你，哎，你点我，我就点你。我们有多蓝盾，他有着猫咪的回复，但我还是转，现在要不停的推线，保证线的位置。他们先二，我得撤，啊，先得撤。 这个时候不要上前啊！压制的话要靠 ADC， 要靠这个辅助，这辅助上我们再上。如果他不上的话，我们只能偷。偷呢怎么偷？比如说他这波打钱啊，我们啊，这波不能跟他打，因为他的辅助跟他在一块，我打的话肯定亏。啊，像这个钱我们就不吃了。给他一个 W， 点一下爆他，点他给我虚弱没用，我往后拉。哎，我不跟你打。 这个时候我不跟你打，你们很亏的。这炮车吃不到了，哎，可以。他们现在推线啊，我们甩一个 W， 哎，爆，哎，他想打我。啊，这个台没什么用，我现在等级太低了，小兵太多。 这个猫咪还是很恶心的，消耗还是很强。它主要这个加血啊，我们耗不过。你看我多蓝盾，效果非常好。我们就等打野就行了。他也快没蓝了。好，哎，打野并没有来，现在不打，现在不打。我们一定要到四级。 到4级我们才会好一点，因为4级我们的能学 Q 了。学了 Q 之后，我带有隐身的攻速提升，才有角度赢。打一波才厉害，他们的虚弱没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台呢，我们只能甩个 W， 点他 ADC， 点他 ADC， 点他抬他爆他治疗一开，你肯定打不了啊！点他，好，这个肯定追不死了，不要想了。 他们这一波是非常的自信，他们少一个虚弱的啊，少个虚弱，队友想要抓，哎，想杀我，不着急，甩个 W， 哎，300块加红蓝 buff 啊，这个交给队友了，我再跟也跟不上了啊，好，你看，马上第一时间就判断得出来跟不上，你看我刀也不漏，对吧？啊，非常的细节。 他泰隆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交闪，因为我有闪，我看到他泰隆，我也不整啊。他要硬杀我们，我们再闪，这就是骗杀。好
这波先吃掉，这个时候威胁不到我的啊。好，回家。OK， 第一波两个头加34刀，红蓝 buff 的话，等会出来就快没了。第一件装备先来他一个小弯刀，增加我们的续航能力。隐身。 隐身之后，他的这个攻速提升非常的高啊， 30% 的攻速加成，这个加的很多的，1.05了，直接就。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补刀，我现在6分钟34刀，其实这个倒不算多，但是由于是路人，这个辅助的水平也很重要。他如果压不好，我补刀肯定少，你知道吧？感谢1 FZZZ 送上的。 发现是5级，还是打到我了，算了。我们给远程兵一个 W， 各点一下。哦，没事，给他打无关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出的这个小弯钩的，这个不打，先回复一下。我现在每一次平 A 都可以吸血，他们靠我没什么用。我们等到6级，打一波，我这个英雄打一波是非常恐怖的。 大家到6级以后啊，火力全开，提供的距离加成，还有攻击加成，都很凶。哎，6级之前的老鼠其实倒不厉害，不厉害，主要看辅助，辅助他打得不好，你上容易自己死，知道吧？你死了之后你也不要怪他，因为这个路人不好说的，你不可能要求他放的很好技能，上的很好，这都不可能。 所以在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再上，这个你要看辅助水平啊。如果你觉得辅助水平 OK， 我们可以这时候就开 Q 消耗了。但我觉得这个辅助可能会比较危险啊，配合的话，我还是选择稳妥一点。要感觉他特别有灵性那种，我们再打主动，否则就打被动。啊，你给他消耗无所谓的，因为我们有小弯钩啊，能吸上来，这样的话我补刀也不会落，不能因为打架这个刀就漏。 哎，你能怎么样呢？你敢打我队友？你敢打？你敢打？啊！你不敢打。哦，好，我6级了，抵值，抵值，抵值，爆一下，再不爆爆不到了啊！所以我们赶快爆，因为我的意识有范围的，我也没有闪现，我必须那个时候爆了。你想我再一下爆啊？没机会的啊！还走出圈外了。这波逼出了他的闪，如果没有虚了，他就直接啊。 可能他是直接交闪的，但这波把他虚了也搞了，闪也搞了，挺好。好，现在要做的是防gank，小心被抓，而不是想着杀，杀是要看队友的啊，队友他能够抬得起来我们就杀。我们在空档期呢去放个视野，防泰隆的话，这个视野啊，你最好要放在这里。你看见过我的鸟了？在这里，插个眼。我们绕了很多很远的距离，但是。 兵线还不错啊，回来也不会漏刀。这个时候啊，开个隐身过来，哎，稍微打一波消耗，赚一点血都可以。哎，他这个太好，开治疗爆一下啊，不行，他也有治疗。你看我这波治疗就是用来作为提速手段了啊。你说一个治疗这么样的去浪费好吗？其实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，因为你这样的一波压制你。 他就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是没有办法跟你还手打的。他即使不死，你看他也没把还手。你说我这个治疗也没多大意义，很快下一波又好了，知道吧？不要去吝啬他，他的队友都来了，我看到了。那个眼被我看到他们了啊！你要把眼插在这，有些时候是来不及的，知道吧？不要回，不要回。注意我的闪现马上好啊！这个很重要，这波也不要打。我们开个 Q。 大招100的蓝，所以W的话蓝就不够了，E的蓝就不够了啊，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，一、二，走 A， 走 A 很重要，注意细节，队友来了，好，我先往后拉 A 他，哎，往后站位，我现在 A 不到，啊，那没办法，没蓝爆啊，刚才没蓝爆，其实这一波呢我们使了一个辅助。 亏了个头，但这个辅助死我也没法救他啊。当然你要保证自己不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他现在男枪太肥了，303的数据，这个我们现在无法去阻止他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发育好，到大后期 carry 拯救世界。现在我是不可能站得出来的。我们这一个装备啊，买他一个攻速鞋，买鞋子，再买一个这个，买个扫描。老鼠这个 ADC 和一般的 ADC 还有一些区别啊，因为它有着隐身这个技能，长时间的隐身，所以有些时候还是可以打战术的，可以玩一些战术。我们现在等大招好啊，他们的下路双招交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再等十几秒，可以考虑去秒一下。我这波是有闪的，还有十秒钟，点一个信号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哎，他怎么了？这波非常好的机会啊，但我们的辅助好像，啊，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杀，他推我没什么用啊。走吧走吧，他的中路不见了，这个视野非常的不好啊。跟着又是一波，一下两下，好爆，可以了，一下两下，好，别追了，小心打野啊！泰隆在上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打野位置不详，好，打野位置出现在中啊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，打每一条路都是一样的，能威胁到你的英雄消失了，你就要去想他去哪里了，他在哪里消失的，什么时候到你这个地方，你都要有计算，不然的话就会有危险。你说这样打会很累，那没办法，这是最高准则。泰隆来了，看到了，哎，你看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，知道吧，他只要一走离开中路三秒钟，你就马上就要反应过来，否则的话来不及。有些高手泰隆，他的出了武术鞋，他的翻墙是非常快的啊！你三秒之后反应不过来，你就跑不掉了。这波呢，我们再等一下啊，我们等大招好。你看啊，他们那边在，肯定要打起来。啊，我的蓝不是很多，你看啊，我先隐个身，哎，然后等他们治疗一开，迟。好，杀龙，赶快打龙，我这边追不到了啊！咦，恐怕这是46吧？你是花花的花，差不多了，你杀了，捡了个头已经很好了啊！他还想杀我们，好，我们赶快回到下路继续打钱。第一件装备先把它做出来，就是这个破败。老鼠还是挺，这个破败打法还是挺好的，它不一定是最流行的。但是它永远是不会过时的。因为它打功能啊，打战术都很好。走，小心。破败够了。不回。因为这波只是出一个破败而已，他现在冰雪不多。再排一个，好，劣势现在不没那么大了啊，通过几波打回来了。这个时候不要打，因为现在对方的人员位置不详，是不可能打的。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双招，更不会打了啊！你别看他没血，你就让他打拳好了。啊、你看，泰隆在上，看到了，但不打。男枪在峡谷，蓝不多。啊，蓝不多。分享是个什么东西？哦，现在有蓝了。如果有机会，倒是可以考虑。但是我们最好啊，是回下一波。我隐身了啊，给了我虚弱，没用啊，没用。这个 VN 啊，我就觉得啊，他这种是属于莽夫，
他的这一波，我说实话，这个推到墙上去有点那个。我觉得我可能要动他一手，不然他有点神志不知。我的破败已经出来了。他99刀。好，我们破败出来之后啊，就要多打进攻了。现在不打，现在不打啊！现在是绝对不能打的，因为现在他的地图上的人都消失了。没事，不用怕。毒不死啊！好，行，不追啊！不要贪心，小心对面的英雄。OK， 泰隆是对我的威胁是最大的。像这个，我们不要想着去杀他。啊，哎，你看来了，对吧？啊。啊，这个非常不好啊，非常不好。好，回家，回家，出一波装备。现在上路有点崩，我们要去上路支援一下。上路有点崩，赶快，这个上路高地掉了就麻烦了。没有破败，没有大招，留不住人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打偷袭了啊！再打偷袭，这个高地就没了。这个时候要小心，有可能他们没走，我必须要防一手。好，这一波我的大招还差一点点，很尴尬，马上好了。梅兰交易，很尴尬，就差一点点。差一个人来收割啊，我们只能补一波输出。哎，好，隐身，赶快溜！我们的下路劣势太大了，赶快溜！我这个英雄很脆，所以我出招的话呢，一定要是优势的状态。我只要被刺客近身就没了，啊！这把他们能够威胁到我的有两个，一个是泰隆，一个是菲奥娜。我们的野区视野特别的少啊，我得布一下视野。我们的劣势还是挺大的，因为防御塔掉的有点多。我现在装备还不行，像这种阵容和这种装备，我很难有存活的空间。我们打的一定要贼啊，不贼的话就会被抓死，没有位移，没有闪现。罗纳飓风出一个，下一件装备就是无尽了，视野我们可以买一下。好，马上转到下路偷一波，就靠火力全开混世，没这个东西不行的，很弱。来一个1000元现金大红包，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啊，这把他们隐身的英雄还挺多。再吃一个头，
我虽然没有出攻击装啊，但是我的火力全开大招呢可以增加攻击的，所以打人很痛。上路一定要守住，我们这个高地塔不能丢，我必须要看着上路，现在这个地方就不能打，我赶快隐身过去帮一波。我来了，虽然没大招，但是我们二打一还可以啊。他并没有看到我的，这草丛我不能过去。他的意识还是很好，要当心，菲奥娜一旦进我身，我跑不了的。好，赶快跑，等大招好。他肯定有视野，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全面劣势，但我的发育还不错。哎呀不行，我靠，被套了点人了，这波没大没破败，不然的话应该是双杀。好 ，BF 大剑有了，我把他泰隆杀了啊，其实还可以。上路快去，哎呀完了，高地没了，赶快走赶快走。队友的装备太差了，哎，人呢？哎，哎，这高地被打字打掉了呀，哎完了。我们的高地掉了，这个高地掉的不太应该，因为这还能撑很久的这高地。好，我这一波有大有破败，他的菲奥娜在左侧，哎，跑得很快，好，小心，先给个 W， 哎。哎呦，这个辅助一直在挂机啊！其实我们打倒是可以打的，他在右侧，不用管他。我的一波出现的这种爆发是非常可怕的，攻速的提升太多了，再加上火力全开和这毒液效果，不吵。不吵架，这一盘很好赢。先给他们来一些安慰。哎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哎，这个辅助挂机了。他这个挂机的话，我们四打五很难赢啊，四打五很难赢的。他在偷红，但我一个人不太好去找他。大龙没了，现在视野很差，而且也少一个队友。我们先回家出一个无尽之刃。哦，这一波的话呢不要着急，我们等快到的时候，好，开启我的隐身，看看这波啊，他的泰隆在后面。辅助出来打很好赢，为什么挂机？他们是发生了什么？我不太清楚。我很难受。
他说他这个没有做视野他就很难受，然后挂机了，心态并不是很好啊。其实我们这把很好赢的，但这个少一个人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守住，如果说辅助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赢的。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输出，好，隐身，看这个的话他应该会过来。哎，对了，给他来一波拦路，灌树，没大招没破败。好，他的队友快来了，我们赶快走，先吸点血。我只要能够进入到隐身状态啊，这个出来的时候会很厉害。这波火龙他们肯定要吃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打个战术了，他们这波可能会过来打这个钱。啊，好像没有，赶快回家更新一下装备，来一个青羽，哎，来个青羽，好。辅助出来打很好赢，我们啊先开一波隐身，但不一定上啊，要看机会的。一个人不打，打一个人不划算。反正我隐身好得快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一波一波的找机会。好，一空炮，一空炮，一空炮！哎呦，没这个大菠萝，他们死了。没这个大菠萝，他们这波完蛋了。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还可以，赶快出来帮个忙啊！哎，你帮个忙啊！哎，你帮个忙，他就打不过了。快，快，快，帮个忙！哎，他追不了。哎，好，心里有数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的辅助，你很棒，给他一波夸奖。但是好像他并没有什么感觉，我们来他一个钉，哎，准备复活甲。哎，上路没守吗？哇，这个就很伤啊，刚刚守出来的高地。好，1000元现金红包马上开奖，最后1分20秒。我的这个钉这波很重要的啊，因为这个钉可能要力挽狂澜。他现在这边几个人我不太清楚，好，先送他一条命啊，先送他一条命。哎，好，他这个虚弱啊，但是不亏的啊，不亏的，因为他们又退不了了，我的队友慢慢的就肥起来了。我老鼠的话呢只能打一波，打完就没了啊，没招了。哎，别跟他打，别跟他打。哎，你看看辅助出来了，不是小事情，我们现在就有机会了。我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复活甲，这个大龙看看能不能搞一下，有点情绪了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快帮忙，快帮忙！那个菲欧娜太，恭喜一博云天，一博云天木天尊，我来了。啊，
这个闪现交的太亏了。好，我们上路复活，好说。看看这波把大龙守住就好。我们先推线啊，这个超级兵太厉害了，他们可能要打大龙的。快，先找个，哎，不行，来，大龙。好，哎，咋没留住？哎，我大招没了，现在上有点晚了。我们被偷了呀，这个就被一波偷了。我们这把如果是女警的话会好很多，图奇的话有点吃大招，每一次我们在大招放完的时候很多战斗都不能再打了啊，所以这个就不太好赢。